好，下来，经济运动与变化。其运动形式升降是比较容易看到，比如说上次讲阴阳学说的地气上为云，天气下为雨，这种就是气的升降。再把这个气的升降可以引进人体，人体也有气的升降，跟着就聚散，散则为气，聚则成形。但是本源状态还是散的状态。你注意，在中医学里面，他讲更强调是另外两个字的升降出路。你说在哲学为什么不讲出路呢？你注意啊，哲学讲的是宇宙，宇宙没边缘，不存在出路问题。所以人体有边界，可以出路。跟着气化。气化这个概念在中医学非常大，它代表了所有的。其实什么意思？你看，气的运动产生宇宙各种变化，无非这么几种吧。气化气，然后气化形，形化气，然后形与形之间本身的变化。来个气化气，我们人体，你后面学你会发现人体的气分什么中气、胃气、营气、元气等等。那么这种气从哪里来的呢？你比如说我们讲的这个中气，它的来源脾胃化生的水谷精气，跟肺吸入自然界的清气相结合而成。那么换句话来讲，你自然界的清气进到人体，通过代谢过程，它会转换成人体的另外一种气，就跟你自然界的清气本源有点不一样的。这气化气，气化形，或是形化气，气化形你用水来解最容易了。水一冷却就成冰，水一加温就成蒸汽，蒸汽一冷却又还原成水，那么就是形化气，气化形。形与形之间的转换，你比如说植物的生长化收藏，这整个变化过程，你可以说本质上是气的变化。人的生老壮老，生长壮老已也是气的变化，所以统称气化。那么换成现在语言表达，大概等于物质代谢、能量代谢，这里整个代谢过程就有气化。但是说老实话，气化学说我个人感觉是有缺陷的。你满足于所有的微观状态都用气化来解释，那就变成了在微观机制上，其实中医有些把气化理论细化的手段，但是这手段我觉得毕竟好像还不见得是很够，就变成了在微观机制的解释上有点模糊，有点笼统。尽管我们自己有把它细化的方法，这可能是一个缺陷。但是你还原分析方法，你研究的对象这样分割，你要注意啊，分割之后的局部再叠加在一起，不等于是整体。你想想，因为它不整体，并不是局部的简单相加物，你各种关系了，你这种关系是无限复杂的哦，复杂到什么程度？我举个例子吧。我觉得还原分析方法它最擅长解决的是无机的线性的对称的研究对象，很简单很直接。但无机的复杂对象只能用这类方法来研究，就已经有点力不从心。你最简单的现在地震是无机的，各种因素的组合是一个很复杂的因素构成的。现在的地震预测是啊，并不理想，因素太复杂了。包括气象预报也只能大概，是啊，你要叫它很精确，因为这个因素太复杂了，你可能其中一个因素忽略了，或是它的算的位置不对，就可能影响整个结果。这还是无机的。你再往有机的简单的
我觉得还原分析方法还是可以的。复杂的怎么办？人体典型的复杂有机体，你体内的生化环境多复杂？你现在研究是把某个细胞分离出来了，细胞什么功能？这个好处是很容易清晰化，这确实是好。但是你要把那个细胞再换为体内生化环境之中，它的结果跟你遗体在实验室做出来是一样的。我不能说差别很大，至少是有差别的。而你不断的分割，把它条件局限，出来结论是很清晰，但这个清晰放回到大背景之中，不容易还原成整体。所以这还原分析方法不是没缺陷。但你说西医学为什么现在还在发展呢？我觉得它的发展的好处是，这种科学它很容易利用现代的科学仪器，变成我仪器技术多进步，我都可以利用，因为我测量的是物质。所以实际上它是技术的先进，弥补了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方法学上的一些缺陷。但假如说西学再往里面走，我就觉得这种方法对西医本身可能也束缚了西医的发展。至少你要找到一个能解决系统的复杂系统的方法，再配合现代科学仪器。但这种方法，比如我刚才讲的什么弦理论呢？理论这么大的理论能不能用在人体里面来研究？我还真说不准。所以我感觉他研究的东西好像更宏观一点的。那么你把它往微观里面说，虽然他也是讲很微观的东西，但是你说一个理论成型，在它实用实际操作不是那么回事，不那么容易的。好，精气是天地万物相互联系的中介。中医是讲联系的，那么它的联系的背景实际上就是气。它还有一个，原子是最终物质，所以原子的特征是不可弱。气不是最终物质，所以气的本质是可弱。那可弱的意思可交流啊，所以在中医学里面，万事万物都可以交流。比如说我有形的人体，那你很简单，比如说我今天，假如发热，你今天40度，那么你这个是有形的人体在发热，可能西医40度就40度了，我就给你退热，它不见得会考虑外在环境，但中医要考虑啊，你这40度你到底是在夏天还是在冬天？不一样吧？你寒热不一样，你是南方还是北方？你是上午还是下午？上午40度跟西，比如说我上午体温高，假如这个病人来看病，你说你发烧40度，你找到我，我可能问你，早上还是下午，哪个时间热度高？在中医绝对不一样，上午发热有上午的看法，下午发热有下午的看法，我要考虑你的时空背景，有关联，因为他们可以交流全通。跟着使万物得以相互感应，这种相互感应大概什么意思呢？你比如说，磁石跟铁没有接触，我可以把它吸过来。月系可以共振，日月的引力可以引起地球的潮水。那么这种类似现代科学的波的理论、场的理论、引力这类理论，在中医实际上是处于气学范畴。但是你用原子论，假如原子的原子论不好解读，原子是有形实体，原子原子之间绝对的虚空，没东西，那你这相互关系哪来？所以它的特征并不擅长研究相互关系。好，下来，天地精气化生为人。这句话无非是把哲学内涵的气引进医学，因为它有个前提，万事万物都是由气构成的，那么人是物质的，那么毫不例外，人也应该是由气构成的。所以在这一点上，你可以说原子论跟元气论都是唯物论。
因为都是从物质角度来看，只是各自对最终物质的表达有点不一样。但这里可能还有另外一个意思，人是由气构成的，引进了医学，跟着刚刚讲这个精气，不是还有个意思，精华之气吗？其实古人隐隐约有这个意思，万事万物由气构成，但是由于构成那种东西的气的质量不同，那就有不同的物种咯。那么人就是精华之气构成的，那么聪明人就更精华了。不是天地三春之灵气都终于他一人身上，不一人不是这个意思吗？说在座的都是精气中的精气。好，精气学说在中医学中的应用，这里这个内容我不展开，因为它有具体学说。你看精学说就对中医的肾藏精，或者肾藏精理论的外延，比如先天之精、后天之精、水谷金精、脏腑之精等学说的构成是一个背景。然后中医的气学说，它并不满足于仅仅人是由气构成的，它再往下还有什么气血津液，气还分元气、胃气、中气、脏腑之气、经络之气等等，它的构筑背景就是这个气一元论，或者叫做元气论。还有一个刚讲的，后面会讲中医学的整体观，其整体观的哲学背景就是元气论，有机的、有关联的，什么都要放到元整体之中去考察。好了，三个学说，精气学说或者叫元气论，应该说是最奠基的学说。古代的，我觉得文化领域跟自然科学领域，几乎都避无可避的用了气的学说，包括你书法，你写一幅字写得很漂亮，人家说元气淋漓，是吧？很有气韵。都是这样解释的。那么阴阳学说，我觉得跟五行比起来，好像阴阳的规律性比较强，它容易把握，而且从哲学角度来看，你要挑阴阳学说的毛病不容易，所以它的公认性比较强，而且在中医的实际应用中，应该说阴阳学说的实用性强于五行学说。五行学说应该说在中医学说的构建之初起了很大的作用，起什么作用？框架作用。我以五为系统，让中医建立了一个五系统这么一个框架，来不断修正，还有多指标的参考不断修正。但是问题是它的生科成五，它的好处要你注重关系，但它的带来一点是负面影响，就是你假如思维稍微机械一点的，就很容易被这个五行生克啊、母子关联啊这种东西绕住了，就有点陷入了那个机械逻辑的那个圈子，所以感觉有点像这样。五行学说对建立中医学的框架贡献很大，但它的某方面的实用性在一定程度受到质疑，所以有点五行学说现在有点慢慢淡化的感觉，但是你不能说它完全没用，相当大部分对临床对理论其实还是有，我觉得还是有启发意义。我觉得问题就是如何把这个理论细化。其实这个理论你觉得它粗糙，它还有细化空间，你细化了可能它的解释度就高了。所以我现在正在写一本书，其中有一个部分会牵涉到这个问题，就是把五行的东西往细化里面走，让它的解释性至少比原来的像我们这么平面的五行可能要好一些。但我那本书不是纯粹讨论五行，这里面只是一个小的章节。好，那么我们回到绪论的中医理论体系的主要特点。
之所以现在讲，是因为讲完哲学了，我觉得铺垫的差不多了，现在讲容易很多了。那比如整体观念，你起码知道它的背景，是那个经济学说。啊，我们看看它的概念，整体观念，中医学关于人体自身的完整性及人与自然社会统一性的认识。那么这里包含了三个意思，一个把人当作一个整体看，一个把人放到自然环背景之中去考察，第三把人放到自然社会环境之中考察。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有机刚才讲的有机论，所以有机是有联系的，它表现在几方面。首先第一个是在生理病理诊断治疗方面。好，我们先看生理。生理的内容实际上就是，我们讲五行学说表格之中右边没说的那一栏。但是即便没有说，你心中也明白，同一行，比如肝主筋，肝开窍于目，肝与胆相表里，在液为内，在志为路，这是一个体系类的东西。这个体系类的东西怎么来的呢？讲到脏象再讲。但是你先把它当作一个体系类的东西。换句话来讲，在生理上，假如我肝本身有问题，可能会影响到它相关的形体官窍。反正我正性的影响跟负性的影响都存在，负性的影响就是病理。当然你说反过来，你说我假如形体官窍有问题，会不会倒过来影响那个本脏肝呢？理论上是可以的，但到了临床具体，你还得具体分析，到底这种可能性有多大？应该说存在相互影响的可能，这是病理。下来就是诊断。那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舌头生疮，舌哪个系统的？心。那首先，心，疮，应该说有7-8层的疮是红肿热痛。那么红肿热痛，你就算没学过医的人，他都知道上火了。那么简单的在中医，就是心火。什么意思呢？你不是舌头生疮吗？疮，我指的红肿热痛那种啊。假如你生个疮，不是红肿热痛的，那另外算了。别以为疮都上火啊，别乱喝凉茶，搞清楚再喝。我现在假设它真的上火，你说为什么不叫舌火？你叫心火，长官负责治。心是这个系统的主管，你出了问题，我找主管。治疗怎么治？清心火，清了心火，它自然会好。所以中医治疗，它并不是说我完全针对局部。但你说我针对局部行不行？可以啊，你搞个什么西瓜霜啊、红枫散啊，喷一下，也会舒服一点。但是比较理想的就是我局部也用药，清心火内部也用药。比如说你犯了错误，我也打你板子，我也找你领导。那两方面一起来，那效果肯定会更好。那这种就是从诊断到治疗，整体观。我并不是只针对你局部。因为假如说我只打你的板子，有的人还是不太害怕的。找到领导就害怕了。你注意啊，我刚才讲的是体系类的，它还有一个是体系间的，就是那个一个脏有病，不是可以通过极子、范母、秤、午。那么你有病，我首先考虑你跟其他的几个脏有没有可能发生关联。假如没有，那么专治你；假如有，
这关联的关系是什么，我可能还要调整一种关系来作用到这里。这是体系间，还有一个形神，这是中医跟西方科学不太一样的地方。西方的形神观应该说比较早期是形神分离的，它是从属于笛卡尔那个心物二元论。中医学这个有点复杂，讲起来它没有说心物一元，但是它的表达也不像西方讲的那种心物二元。他觉得这两者的关联，应该说中医的形跟神的关联的密切度大于西方。所以我们现在学的那个唯物唯心的这种说法是从心物二元论来的。你等于说你在那个前提下你来界定某个学说唯物唯心可以，但你注意啊，我这个形神观跟你那个形神观不一样，我用的不是心物二元，我也没说一元，那么到底是多少元到时再说。所以你假如很笼统的把中国的某些学说说成了唯物唯心，我觉得有点外行。为什么呢？我的前提跟你不一样，你最多说这种学说更像西方的唯心论，或是更像西方的唯物论。你说的像可以，或是你说的很急很重可以，但你直接说它是有点麻烦。我讨论前提不一样。这个形神一体观在中医学的操作，那你看操作的差别在哪里。你看你躯体有病在西医看内外妇儿科，你心里有病看心理医师，心理医师跟内外妇儿科医师是老死不相往来的。你看你的，我看我的，医学属于自然科学范畴，心理学属于社会科学范畴。中医学不错，你一个人有病，形神有病，我中医都可以看，我可以通过情志疗法，我也可以通过药物，这个药物既管你躯体的也管你情志。其实更大的不同，养生。你看西方体育锻炼基本上是形体性的锻炼，它的追求目标奥运目标更高更快更强。中国的体育锻炼基本上是形神合一的锻炼，什么气功啊、太极拳啊、八段锦啊，你假如抛离个神，纯粹练形体，就我刚刚讲的那个太极不是真正的太极。所以你今天你在玩太极，一边想着股票涨落，你形在太极，神不太极，你玩啥？说到中医的健身效果是形神合一，说他追求的目标不是更高更快更强，他追求的目的是更长命。实际上他是用寿命来说话，我不用肌肉来说话。你肌肉大块跟寿命不见得是成正比的哦。那不是一个概强壮，可能在你这个阶段可能是健康，但不见得你现在强壮了你的寿命就长，不完全是一个概念。所以中国的体育锻炼方法至少初级阶段是练形为主的，到了高级阶段无一例外都要跟神结合，这也是一个整体。